实在就是 SUM。 这台呢是2017年出厂的 Honda Fit， 里程仅跑20000公里。那在网络上的建议售价呢是53.8万。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这台车呢搭配了非常流线型的一个造型，让整个车门的流线呢会更加的突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侧面的线条哈，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流线的感觉。它的车头呢也故意设计的上下是一个简易的对称哦，所以大家在观赏它的时候呢会觉得它的跳色会比较明显一点。那我们这台 Fit 呢它是属于 S 的运动版，所以呢它的配备就会比一般的版本呢稍微多一点。那这边有看到我们有配置了一个电折后视镜，那以及这边呢我们有看到它有一些比如说异物侦测啊、循迹防滑的安全性的功能，那还有一个节能的一个按键。那在 S 版呢我们会看到它的方向盘呢会有非常多的功能。那在我们的左手边呢看到这个是属于我们的行车电脑的控制以及我们音响的大小声的开关。那这边呢这个是我们的换挡快播，下面呢是我们的蓝牙接听的一个功能。那在右边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我们的定速，在这个版本呢还会配置了非常多功能的一个影音，那以及我们的恒温空调的部分。它的功能有非常多，比如多媒体啊、收音机、导航以及蓝牙的功能。那当然也可以做我们的 USB 的一个传接。这台车的里程呢是20000公里，都是在原厂做保养。这边有我们原厂的一个保养单，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查证。后座的空间呢也非常的大，其实呢五人座的小车呢最担心的就是空间的问题。看一下天花板呢，这个都是属于无烟车，所以呢上面都不会有任何的烟的痕迹。掀背小车大家最怕麻烦的呢，但就是属于它的后车厢的一个空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其实后车厢的空间做的也是非常的宽敞。那这边最好的呢是它的椅子呢还可以做一个缩放功能，可以让你的空间变得比较稍微大一点。这台 Fit 呢也有通过我们的 ES 认证，那所以都可以给你保证呢这台车是没有事故、没有泡水以及没有任何的板件去做更换。最后来再跟各位提醒一下，这一台车呢是2017年出厂 Honda Fit 顶级款 S 版，里程20000公里保证，那最多呢可以提供到2.5万公里的保护，建议售价是53.8万。实在就是 SUM。